新的影音科技，让人享受高品质的声光效果。也不过你敢知影讲，这新科技在无形之中，当地拍拍你的目睭呢？智慧型的手机啊，屏幕愈做愈大，因为方便再来载具。我大家不管是拢会当追剧、拍电动的啦，但是最近报道指出讲，手机屏幕显示技术会发出大量的蓝光，来伤害神经膜，而且佫会造成黄斑部的病变，咁真正有遮严重？市面上衍生出来的抗蓝光产品，咁真正有抵抗蓝光的能力呢？同款团住蓝光伤害，也佫有新一代独存装置蓝光光碟。听讲有民众因为看蓝光光碟的高画质电影，伫视目睭受到严重的伤害。敢讲厂商质量也真尼啊恶质，为了要赚钱，不顾消费者的健康。阿兵，阿兵，阿兵，你是安怎？这个留言哦，是讲拿光光碟，搁有手机啊，因无会拿光会伤害目睭呢。是啊，啊然后嘞？啊然后嘞？我平常是上爱看拿光光碟啊，搁有无代无志，就爱直接背手机啊。我听到这个留言哦，就感觉我的目睭，哎呦，我足酸，足艰苦的，足无爽快，看无清楚哦。拜托嘞，阿兵，手机啊，因无会拿光，敢会伤害目睭，我是唔知啦。不过拿光光碟，为啥叫拿光光碟？应该不是因为放影片的时阵会发出蓝光，好不？我本来嘛无相信啊，也不过就是报道安尼讲啊。无你甲我讲蓝光光碟，为什么叫蓝光光碟？我唔知。安尼就对啊。不如咱直接去伊的大本营问候清楚。行。唔是啦，这边这边。这边。你的目睭是安怎啊？我就讲我目睭无爽快啊。为了要解救阿兵的目睭，刘元军立即出动喽！两人直接要走去推动蓝光光碟的企业，到底蓝光光碟敢真正有伤人目睭的风险呢？哦，你这两人是要创啊？你敢袂是要？等你看，阿兵！小姐，只有问嘞。我有一寡蓝光光碟的问题想要请教，就问会当问啥？这个问题会当问阮专家 Jack。是我就对啊啦。Mr. Jack， 智先生先生，产品技术无考究，面对阿兵的追问，伊安怎回应呢？歹势吼，阮阿兵讲，伊看蓝光光碟了后，目睭有影真无爽快，所以我想要请问一下，蓝光光碟伊敢真正会发出恐怖的蓝光？那无可能啦。我能保证蓝光光碟甲阿兵个目睭是无关系。你是要安怎确定啊？因为蓝光光碟，伊所讲蓝光是一种特殊放射能量，而且蓝光伫放射时阵是伫机器内底，所以无可能伤到你个目睭啊。蓝光光碟是 DVD 的后生产品，高质量的蓝光光碟藏储流量会能达到25GB，哇，是 DVD 6倍呢。所以讲会当藏更加侪资料。其实，佮用蓝光镭射的特写是有真大的关系。光谱是安尼写的，蓝光的波长是400光纳米 ，DVD 红光波长是650纳米。减200光纳米，这佮资料量的增加，佮有甚物关系？当然是有关系啊，因为光碟伫写资料方式是射动心源的方式。啊，你想，若是镭射变得较粗一点嘛，会变安怎呢？同款的面积，特写的镭射若较粗，当然会变较少人啊。减200纳米。对光碟的差别是真大哦。所以蓝光光碟的资料量会当增加这么多，只是因为用无同镭射的关系。也够光碟材质无同啊，蓝光光碟已经当用真侪层的写资料啊。我即马已经当到128GB。安尼听起来，蓝光光碟的伤目睭根本就是乌白讲的啊。就是咩，我本来就认为，什么蓝光光碟的伤目睭根本是无可能的代志。哎呀，我甲你讲哦，姐，你知影无？我即届来甲你拜访哦，特别穿一盒鸡卵来甲你做伴手，多谢你甲阮讲这件代志啊！多谢，阮先来走啊！多谢多谢。哎，话来吼，伤害我目睭的应该是这手机啊的音波，我知影。刷落来就去找手机啊的厂商。我才无爱咧，你死狗又搁甲别人冤枉。我看吼，咱也是来找专家问好清楚，到底蓝光敢会伤害到咱的目睭？行，一百万我带落。
啊！行啦。轻松破解那根光点，上目睭的认为了后，阿丁刚好闲，今嘛无咧休转啦，就来到眼科诊所。到底那根会上目睭这流言是真实还是假的呢？请问吴博士有伫咧无？我就是，您好。吴义松博士是台湾少数有美国眼视光学博士学位的专家，伊对手机那根上目睭这流言有什么看法呢？博士，我最近目睭常常无爽快，敢袂就是手机啊哪根搞我害的？你害我迄个黄斑部病变？干嘛呢？既然你对黄斑部遮尼有兴趣，你敢知影黄斑部是啥物？黄斑部就是目睭内底一项物件，对无？唔知影呢。是哦，那呢阿兵，既然你讲你黄斑部无爽快，咱就来检查一下。哦，好啊。阿兵，这台就是咱检查神经膜的机器。眼底的麦机。将来翕神经膜的工具，检查时阵爱直直看闪烁的星点，安尼才能翕出清楚的相片。紧张紧张紧张，阿兵的神经膜敢真正有问题呢 ？OK， 阿兵，这就是你的神经膜的相片。斑部是你？斑部就是中央这。你的目睭看起来敢那真正有问题呢？对呢，这个是足奇怪的，我的目睭害去啊，博士紧甲我救啦！免紧张啦。你的神经膜甲你的黄斑部看起来拢真正常啊！真实的哦，那无代志，那会安怎安尼？安尼我着先解说一下咱正常的视觉传导的一个过程好啊。视觉的产生机制是安尼是：光线通过角膜凹人，接着水晶体折射到神经膜，而且佫靠感光细胞将光转换作信号传去大脑的。感光细胞分作两种，分布伫神经膜四周围的是视杆细胞。这种细胞有较悬的光感，负责分辨明暗。分布伫黄斑部的是重要的视锥细胞，色彩甲空间感，这些工作拢是因伊负责的。哦，黄斑部真厉害呢。对啊，伊的工作有够多。对啊。对，无唔对，所以卖看伫这个目睭内面，虽然黄斑部只有占5%左右的面积，但是伊的功能却非常重要。那呢，博士？这哪根到底会伤害到黄斑部无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哪根伊的能量是较强的嘛，所以若是能量伤强，当然嘛会对这个神经膜造成伤害。啊，那安尼我想要问，手机啊荧幕的哪根，敢真正会造成这大伤害？你这个问题会当为两个方向来看。头一个是手机啊这个发光体，伊所发出的哪根是毋是有比别人较侪？第二就是伊发出来的哪根是毋是真正会强加会伤害到人的目睭？所以博士，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呢？答案即卖也袂当甲恁讲，因为节目是专门咧做实验的啊。那安尼要找倒一种类型的方向呢？因为我的诊所这边无光谱仪会当用，所以我建议你去找一个会晓测量光谱的专家，找伊问看卖。阿兵，我想到啊，迄个人啊，刚刚是伊。哟，博士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小等一下，小等一下，在恁出发之前哦，我先给恁几个在市面上常常在广告嘛有在用的抗蓝光的目镜。恁去找光谱仪的专家，请伊替恁测看卖，是毋是真正有效？未歹哦，博士，多谢，多谢你，博士。再来给恁回报哈。好，无问题。恭喜。甲因头个博士拜拜了后，阿兵阿五贤来到中央大学，要来找老朋友斗三工。嗨，老师，真久无看，真久无看。阿兵五贤，恁好。阿兵阿五贤所收到的救星，就是要甲咱作为挑战两类产品，下破100粒鸡龟的张德元老师。老师，阮这摆来吼，是要向你请教一个手机啊蓝光对目睭伤害问题。这个问题是一个真趣味的艺术。顶学期我才给大学生做过这款的研究。大学生，恁敢有揸手机啊？当然嘛有。来，吃。感觉有过几期啊？过几期？无问题。来来来，手机啊，交出来。来，拢交出来。哎呦，未歹，哦，拢很好个哦。老师，安尼有够啊？有够。安尼，咱就来量一下荧幕的光谱，看敢有较侪哪根放出来。好。老师，那爱用什么机器来测这个手机啊？这是光谱式回路计，会当检测光源的光谱行为，
啊，等下手机啊就放在这，就会当用伊来看咱手机荧幕的光谱。复形光就是咱人类目睭所侦测到的电磁波，波长大约是400到700纳米之间。其中刘源所讲的真恐怖蓝光，伊的波长大概是450到475纳米之间。不过老师，同款拢是光，为什么讲蓝光的能量较强，较会去伤害到目睭嘞？哦，你想看吗？光是电磁波，电磁波吸收的时阵会影响物质内底电子，然后会安尼振动。你想看吗？蓝光的波长较短，频率嘛较悬，所以振动就会较紧。振动紧。假使换作是红光，频率较慢，嘛振动了较慢。你会当想看卖，什么状况你爱较出来？哦，紧的时阵啊，像安尼啊，振动较紧就会较痛。所以，这个状况使用的能量较侪，所以蓝光的能量就较悬。哦，安尼讲真好理解，对不？对啊，咱今嘛赶紧来测看卖手机的音波。你是咧着急啥？卖甲老师问我卖，这个原理是啥？我今嘛要测我的手机啊，我当然嘛着急啊。哦，像个你大刚都在看你的手机啊，即卖会惊哈？哦，来来来，开始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切正经，爱统一标准，咱是把手机啊荧幕调到上光，然后把荧幕变作白色。安尼敢会用？会用诶。开始。哎呦，我因平均一天背手机的时间是5点钟呢，那是一个中度的使用者，伊手机啊荧幕会出现什么款的结果呢？老师，我的手机啊切出来啥款啊？这就是你手机的光谱，大概这边到这边是蓝光的部分，这边到这边是青光的部分，这边过来是红光的部分。你会当看到蓝光的部分有影较悬，占的比例较多。哇！阿兵的手机啊，经过分析了后，结果跟我想的是差不多啦，蓝光嘛是悬悬的一粒山。哎，刚才是我的手机啊呢，大家都话差不多。看来手机荧幕会发出蓝光这个传言，那是千真万确的。想袂到是真实嘞，拄才切这么侪支手机啊，蓝光的比例拢是上悬的。老师，哪会安尼啦？因为即卖手机啊，主要是用白色光来做背光，白色光的背光，即卖是用蓝光的 LED 去给黄光的荧光粉产生白光。这边有一挂荧光粉，黄色的荧光粉在这边，我用紫外线来照。你就能看到它可以生成真光的黄光，只不过一般的 LED 是用蓝光去给它的，所以蓝光加上黄光就会变成白光。刚才我们在测光谱的时候，可以看到有一个很主要的蓝光的光谱，后面又接一个黄光的光谱，然后这两个东西加起来就会变成我们看到的白光。我们目睭就是白，其实是蓝色加黄色的，对吧？稍等一下，不过我的手机也无同，我的是三个尖尖的，真明显就是蓝光、青光、佮有红光啊。因为你咧使用的手机啊，用的技术无啥共款，是大家所讲的 OLED 技术。OLED 技术会当产生直接的蓝光、青光、佮红光来加起来。咱嘛知影，这三个色加起来就是三原色，加起来就会当变作白色，伊的色泽看起来嘛会较白净。哦，看起来会较水是无？无唔对。我感觉吼，安尼更较嗨哦，更较晓用，因为你看你的手机啊，我的手机啊，色水足水的，音幕足水的啦，就忍袂住一直看，一直看，结果蓝光就伤害到你的目睭啊。唔对哦，咱为测验，敢若知影手机啊发出来光是蓝光，咱也唔知影这种强度的蓝光，敢会伤害到咱的目睭。无唔对，即马会较严肃，咱需要真详细来测定量的。手机啊，荧幕的灰度。啊？灰度是啥物啊？对啊。灰度是一种代表。灰度简单来讲，就是一个光源，伫指定方向，单位面积甲单位角度之内所发出来光线通过量。灰度的数值是光线通过黑人了后，敢会当伤害到神经膜的判断指标之一。敢那你做电工嘞？电话拢会紧掉。已经出来啊，光谱就是做安尼，甲拄只差不多啊，对不？是，但是因为咱即马控制环境了后，即马只个数值会当做定量的光谱计算，就会当算出是毋是对咱的目睭有危害。哦，就用电脑来算，对不？对，好。老师，即马所有的手机啊，拢已经测好啊。到底手机啊发出的蓝光，敢会对咱的目睭造成危害？
这是我的手机啊！你的手机是安尼？啊，我的手机啊！老师，这个意思是？老师，即马所有的手机啊，拢已经切好啊。到底手机啊发出的哪根，敢会对咱的目睭造成危害？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咱先来看这张图。这是咱国家的 CNS 的标准，甲光生物安全有关系的一挂规范，伫哪根的光害部分相关的资料。啊？这是光谱？这个线图是啥意思啊？免着急。这个飞到光谱的线所代表的就是手机啊，荧幕的光在光谱分布的强甲弱。政府规定的哪根危害加权函数，是咧讲光在光谱任何所在造成危害风险关键。咱现在发现讲，光在大约440纳米的时阵，危害风险上个悬。咱将飞到光谱顶头每一个点的数值，甲乘以哪根危害加权函数，安尼就当得到一个叫做上大永远暴露期间的数值。数值若愈悬，伤害目睭的可能性就愈悬啊啦！最后，咱把所有手机的资料整合做这张图。你看，我的手机啊，你的手机是安尼，我的手机啊，都有客户的手机啊。老师，这个意思是，这张图就是甲拄只迄张表说明的，我光照到上侪时间，那在这个范围，拢是咱讲的无风险的部分，然后低度风险、中度风险、高度风险。所以你看。就算是我的手机啊，还是客户的手机啊，我这个风险比较比较侪淡薄啊。啊，不过离这个低度风险还是有差不多百外倍呢。是啊。也是呢，而且阮拄只荧幕调到上光，一般根本袂调这么光啊。所以表示阮的手机啊算是安全的哦。嘛袂当安尼讲啦。咱国家定的标准是以一天8点钟，然后一年200天在使用的状态去做的标准。所以，假使你的使用超过这个设定的状况，就有可能会对你的目睭造成一挂伤害。我只会当讲，目前手机啊使用的 LED 光源，未比传统的光源搁较伤害目睭。但是，若是使用的方式无适当，使用的时间伤长，安尼会造成啥物影响，其实真歹讲。所以讲，也是苦劝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假使你甲我搁有五行同款，无代志就爱背手机啊，爱记你。要减少时间，而且要有适当的光源、适当的环境来使用，才会当保护家己目睭的健康。无唔对。当然，拿光的这个问题，假使你烦恼拿光会对家己造成伤害，市面上有一挂抗拿光的产品会当试看卖。对呢，老师甲咱提醒呀，咱阁有一个流言无破解。破解手机荧幕会伤目睭的流言了后，阿边阿五贤提出抗拿光的产品，分别是管中机、三种介绍的抗拿光目镜，甲号称抗拿光的保护罩，这物件敢真正有抗拿光的效果？我真正嘛真好奇，所以咱甲拄只拿光量上悬的手机啊，放伫遮，抗拿光的产品叠加。咱甲伊放伫中，看效果安怎？好，安尼就为一个上少的开始咯。好，上少的。200块一个目镜。200块的，这敢有效？好，老师，阮准备好势啊。请你结果，200块的抗拿光目镜，佫真正有效，抗拿光的灰度降低差不多50%。500块的拿光目镜，嘛好伊的效果，灰度降低差不多40%。啊，价钱上个悬1200块，嘛感觉无漏亏，只是讲价钱愈悬，效果嘛敢那无较好咧。阁有这片，抗拿光的保护罩，无唔对，来试看卖到底有路用无？来，保护罩一片薄薄，敢真正有抗拿光的效果呢？哎呦，佫真正有啊！拿光的灰度降低差不多30%。所以不管是贵的，也是俗的，抗拿光的目镜，也是保护罩，伊都有效果，不是甲人骗的哦。不过大家敢有听过，即卖手机啊，有一种会当抗拿光的 APP， 你知影迄有录音无？试看卖好无？好，老师，咱阁加做一个好无？好 ，OK。拿到抗拿光 APP 一瓶了后，会当看到荧幕马上变黄真多啦。啊，这是不是表示讲拿光的量减少啊？经过试验，有影伤惊人啊啦！拿光的量大大减少80%。
非常好，咱今日所测的抗拿光产品全部有效果。老师，这个抗拿光到底是什么款的机制会当抵抗拿光？爱过滤拿光有两种测量，头一种测量就是把拿光反射掉，譬如这支抗拿光的目镜，你会当看到表面反射的是拿光，你把拿光反射掉了后，通过的就是其他的光。第二种测量是把拿光吸收掉，这个荧幕的保护罩。你能看到伊看起来都是黄色的，对，因为伊把拿光吸收掉，所以看起来都是黄黄的。哦，哎、欸，照安尼来讲，有诶一两百块，有诶啊千外块呢。既然效果拢同款，咱就选上俗的就好啊。得升级嘛。当然无遐尼简单啊，咱拄只实验的结果看到啊，真正好的抗拿光产品，应该是把拿光的部分挡落来，安尼其他色的光。也是当让因通过。啊，不过拄只实验的结果，发现有一挂抗拿光的产品，唔那甲拿光挡落来，其他色的光嘛拢挡落来。有淡薄啊失真的感觉哦。啊，迄、那个抗拿光的 A P P 咧，伊差不多甲所有的光拢降一半左右，拿光降搁较侪一挂，所以事实上，伊唔是一个真好的选择。效果唔是介好对无？安尼我知影，我爱这支，因为我拄则观察到，伊抗拿光的效果上好，其他的光呢嘛无啥物变化。好，我决定爱伫挂咧。虽然进前讲手机啊的拿光袂去伤害到目睭，也毋过我这个人呢非常的细腻，我决定以后食饭休困做任何代志，我拢爱挂这支目镜。上好嘛，你根本就感觉挂甲真好看。真是了，多谢了。你敢无感觉挂这个看物件拢变黄色个？袂啊，有无同款的感觉对无？老师，你莫插伊啦，伊等下就会摕到啦，实在伊。耶，赞啦！咱如果破解一个条件啊，就无阿兵。我认为吼，咱应该打电话甲公安部署报告一下，互伊知影讲这个抗拿光目镜的效果。好。来，定位。嗨，吴博士！阮拄则吼测了这个抗拿光的目镜，发现拢真有效呢。对啊，阮按算等下去夜市买一堆，你敢要买一挂？送你家己用拢会使哦。安尼恁着爱较注意哦。其实抗拿光无困难，也毋过袂当伤害到你的目睭，这才是上重要的。其实国内其实对抗拿光的目镜并无特别设置的标准，所以讲你也是爱找一支目镜，伊的度数、弧度。啊，搁有抗拿光的程度，拢是爱符合你的目睭才会用的。要若无安尼做，无保护到你的目睭，颠倒伤害到你家己哦。阿兵，我看上实际办法，就是减买几摆手机啊，减看几摆荧幕，安尼较好啦。嘛对啦，若是要保护目睭，还是加看手啊较好。哎，拿光光点会伤目睭是流言，是安怎会有拿光能力咧？因为拿光光碟是用拿光镭射来读出光碟的资料，甲放上时会发出拿光一点仔关系着无？要拿手机仔的拿光上目睭，根据各国所做的研究，目前呢无任何的证据显示手机仔的荧幕会造成黄斑部病变。也毋过，为着你的目睭设想，也是减看手机仔较好哦。